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新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新历的111年二月十四号，旧历的正月十四，礼拜一。好在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新闻。从二二会的中华活动正式结束13天，超过70万人入园参观，嘛吼全国乡亲看到中华馆的花卉甲园艺之美。文德宫前排了更确定延期，但是庙前广场的展演活动如期展开，精彩社团表演12世寿前排展示，超大歌厅吸引真侪乡亲来欣赏。彰化市公所推出建关300系列活动，重头戏就是元宵节的综艺夜灯彩街，吸引到62支队伍来参加，从整个彰化市区参加热扑扑。新闻一开始来关心哦，彰化县政府举办的惠地彰化连续13天的活动，总共入园的人数是来超过着70万人。另外，讲伫咧结束的时阵，彰化县政府过来举办抽奖的活动，小少甲乡亲哦，每年同一个时间再相聚。赶伫咧元旦的最后一天，溪州的花博公园游园吸引相当侪游客来佚佗。根据管护农业署统计，2022花仔彰化活动经过旧历春节期间13天的展期，成功吸引超过70万人次入园。闭幕典礼时阵，县长王惠碧依照往例来抽奖，嘛安排精彩的节目表演。王惠碧表示，彰化是花的故乡，全国每三蕊花就一蕊是彰化生产。藉由2022花仔彰化活动，将彰化县的花卉甲园艺之美呈现给大家。观光局的春游首选花仔彰化，我们在溪州公园从大年初一到13，那今天正式突破了70万的一个人次哈。那今天也开也进行到我们的闭幕了。那这中间呢，我要特别谢谢我们所有的农会，还有我们农业处大家工作同仁的一个辛劳。那怎么样把彰化啊优质的我们的花啦、盆地、盆栽啦等等，那展现给我们的乡亲，让大家能够呢啊生活就是我们的这个花艺，花艺就是能够融在我们生活哈。因为去年的花在彰化受到疫情爆发的影响，只有25万人次入园，今年疫情舒缓，县政府嘛感谢所有乡亲的支持，再次让彰化县的花卉以及园艺之美呈现伫咧全国乡亲的面头前。大家小祝明年再相会。大张新闻，中山溪州采访报道。好，过来来看到受到疫情的影响哦，文德宫迎灯牌活动的重头戏灯牌亮景确定延期了。但是伫咧庙前广场的灯宴活动是如期来展开，唔但有社区团体的表演节目，花坛乡公所搁较伫咧现场是来展示着12世上的灯牌，加上庙前的两个超大的高压灯，为期3天的活动哦，预计会吸引着上万名乡亲来参与。今年元宵节看袂到夜灯牌，不过本地宫庙前广场依然相当闹得喜气。乡公所伫个庙前挂了2粒超大的高压灯，加上12世上的灯牌灯饰，还佮有周边的花灯，就算夜灯牌延后来举办，其他灯宴活动也是如期展开。本地宫吼，13、14、15，这个夜灯是无影啦吼，因为今年就是疫情的代志吼，啊，办活动有照办啦吼，啊，欢迎各位善男信女哈来这看热闹啦哈啊，感谢大家。13号开始连续3天的白山溪灯牌文化节活动，伫头一天就吸引满满人潮，现场唔闹精彩的节目表演，还佫有丰富美食，信徒佫开当向土地公伯啊来求发财金。我想要请福德老爷帮帮我啊，发大财！庙方人员指出，今年的元宵节灯牌亮景将会延后办理，但是这几天伫咧本地宫庙埕也是有精彩的表演节目加花灯展示，欢迎乡亲再回来斗斗阵。大庄新闻中山花坛采访报道。
同款真热闹的，也有这个迎接彰化建馆300年，彰化市公所是来推出古城庆典之都系列活动。其中这个元宵节的创意夜灯彩街甲服装造型竞赛，是来吸引到62支队伍来报名。每一支彩街队伍拢精心打扮，一路上嘛来吸引到不少过路人的注意。元宵节精美的礼拜六暗时，彰化市区是真热闹。由彰化市公所举办的彰化300古城彩街区，吸引62支，包括社区甲学校等队伍参加。每一支彩街队伍拢是经过精心的打扮，一路上当然吸引不少过路人的注意。彰化市长林世贤表示，元宵节前后的活动，公所配合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防疫指示来进行。这场彩街活动嘛，同款都是相关的防疫规定。啊，来自于各社区。各中小学啊，非常的热闹。我们今天一起参加的人已经超过10000的人了，那非常热闹。那但是大家还是保持适度的距离啊，在户外还是坚守防疫的政策，保持安全的适当距离。我们每个人都有量体温，做手的消毒哦。那我想用彰化啊，自己的双手彩绘灯笼哦，彩绘灯笼，写出我们300年的历史文化。精彩的彩街活动配合音乐，一路上吸引真侪过路人的注意。哦，这老虎来啊！林世贤强调，彰化人用双脚行销地方文化，让彰化观光走出去，迎接全国的民众来彰化旅游，促进消费和经济成长。大转新闻，中向彰化彩虹报道。休喘一下，稍等下，做伙来去鹿港的东街社区庆祝元宵节。除了有美丽日头花花海通欣赏以外，阁有表演通看，在地美食通品尝。广告了后，马上回来。一两三，插头人。停下来，不要走了。谁都无法阻止我去逛南投灯会，南投灯会无人能敌。2月29到2月20，约你一起来南投逛灯会，喝好茶。看小花这注意，你直接介绍一下啊。哦，这个哦，就爱台湾的频道啊，有休闲旅游、地方趣闻、美食介绍、秘境探索、知识科普、新奇有趣的影片，拢在家啦。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啦，我看一下。等一下，很简单 ，YouTube 搜寻爱台湾，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许多有趣的影片任你看。哦。大家有爱台湾吗？哇！台湾 Number One， 让我们一起爱台湾。欢迎回来，新闻的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二嘛，是旧历的正月十五。根据通讯记载，明仔在位于宫殿正北方，好时是在起9点到11点。另外，有啥物代志是要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
欢庆元宵节，乐港镇代表会主席王显辉联合着东家里长王明顺以及东家社区等单位，举办2022迎春纳福庆元宵盛会的活动，热闹滚滚哦！现场除了有精彩表演活动，社区现场哦，过来发送瓜灯、多肉植物以及田园美食，吸引大朋友、小朋友来参加盛会。东兴国小 Q 零的表演，以及社区妈妈太极拳的演出，为2022迎春纳福庆元宵盛会海活动带来热烈的气氛。一蕊一蕊的向日葵，随风摆动真水，大片的花海也吸引不少乡亲来这盛会欣赏。社区大家一起先相约好，然后把这个花海种起来，然后办这样子的活动。刚刚看到那个学生他们的表演，觉得非常的精彩，然后大家可以热络一下，我觉得还蛮棒的。东家社区哈，有办了这个赏花亲子活动安尼哈，啊，伊就现在田里已经有野花哦，也迄落也两三家地安尼，啊，所以。农闲的时阵哦，拄啊种这花哦，然后人来观赏安尼，啊，这话有特别叫人来指导嘞。我们遐都是说，有法通看到讲哦，为迄个幼苗开始哦，花苗开始，啊，继续伫迄落开花结果，啊嘛是迄落即摆哦，啊已经有结果诶。做一摆顶好安尼观赏落安尼，为头到尾安尼啊，啊来观赏所有人哦，哎花会使去买咧安尼咧。主办单位也伫咧现场发送多肉植物以及果丁给乡亲，另外社区妈妈也准备真澎湃料理甲红地肉，要来给乡亲品尝在地料理。疫情的关系吼，即卖有真侪咱的乡亲啦吼，过年时啊啊拢较唔敢出去外口行行咧，出去佚佗吼。啊，所以讲咧，因为这个春节嘛要结束了吼，啊，邀请乡亲吼来咱这田间啦吼，咱这庄卡吼这田的遮，吼啊，遮就是向日葵吼，就迄个花海，啊来遮行行咧，吼啊免走甲长，吼啊等这个春节结束这个时间吼，啊大家来行行咧。代表会主席王显辉以及里长王明顺联合东家社区等单位举办活动，唔但要带予大家温馨的元宵气氛，更加要陪伴所有乡亲迎向全新的金虎年。台中华新闻林桂英、罗港彩虹报道。好，过来来看迎接小过年，新港乡新港社区举办着夜灯彩街庆元宵的活动。社区乡亲提着发红的手灯，行伫咧新港街头，体验着欢乐的过节气氛。为了迎接小过年来到，新港社区特别举办庆元宵的活动，但是受到疫情业的闽东化影响，决定取消舞台表演等内容。虽然缩小规模，但是社区也是准备精美的手灯、椅子，心意满满，要来跟大家共度欢乐假期。嗨，新港社区哈，举办着咱元宵节。这个活动吼，啊，咱今仔有足侪民众，咱会来领取咱的灯挂灯，哦，啊，跟疫情的关系吼，咱实名制在举办，哦，现场都有人员在服务，啊，咱等下就是，哦，大家领着咱来挂灯，啊，大约吼，就遮附近吼行出来，互人搁等下搁领取。啊，咱的元宵汤圆哈！大人囡仔手揢着社区发放的手灯，跟着李署长的脚步，到店来去市区采街。虽然只是短短一段路，也是会当感受到过节的欢乐气氛。蔡福兴理事长指出，因为疫情关系，无多像较早办个遐尼大场，有淡薄可惜。希望明年会当来恢复以往的努力。也真感谢社区志工，中昼十二点就来社区煮圆仔，然后较好一盒，互乡亲会当早登去品尝。台中华新闻叶宏武新港彩虹报道。
好，来乡亲啊，继续来关心河尾嘉里基线是当地很重要的排水系统。当地民众向里长陈英杰来陈情，讲这个排水沟护岸年久失修，土地放弃，造成饮水的困扰，嘛来影响到当地居民以及农民的生活。就伫咧立委陈素月积极向农田水利署争取的经费协助之下，赶伫咧一期就做报道啊，进程嘛来完成着区段的护岸改善工程。提升当地乡亲大品质。河尾嘉里基线是当地重要的农产排水系统，但是自从中卫以来，拢无过经历过洪荒年久失修、土地崩坏出现淹水情况，和附近的农产以及居民真困扰，不断向里长陈英杰反映，希望看卖会当安怎来改善。咱嘉里强化较紧嘛吼，你啊爱较早做两年高啦吼，啊即个两年高拢有放弃啊。啊，所以这个水咧烧，较无方便，这个做田的，啊，甲这个住户的吼，就要积水啦吼。积水我咱用靠关系吼，啊，甲咱这个单位吼，咱所个单位来帮忙，叫全家咱支持一下吼，这农民伊个，或者种植要好种植，啊，佮排水要排得通。立委陈素月接到订正了后，积极协助向农产水利署争取经费，来重建大约360公尺的排水防花。这条嘉里支线吼，道路较矮吼，啊嘛较低，所以若落大雨的时阵，这水都会淹滴田去啦吼。啊，咱知影讲这个农田呐淹水吼，对做事人来讲吼，拢会造成真大这个损失。啊，所以咱嘛真积极甲这个农委会来争取。所以咱嘛要感谢咱农水署吼、中华管理处甲咱中华工作站吼，真用心啦吼，啊为咱来做设计来啊，这个编的经费了来做一个施作。啊，来改管啊！相信以后吼，对这排水会当有靠这个发挥效益啊，就袂淹水啊。嘉里基线护花改善工程也赶伫咧一期就做报产前来完工，大幅改善该区段淹水问题，提升当地乡亲甲做田人的生活品质。大中华新闻叶宏武何美彩虹报道。新港各种排球队晋级各种排球以及联赛复赛，小将是真认真伫咧球场训练，期待会当重返着全国比赛殿堂。广告了后，做回来关心。大家好，我是王必胜医生。国内12岁以上到高中职学生，会当经过家长的同意以后，由学校做名册注COVID-19疫苗。请家长在囡仔注射进程详细看注射书底，了解注射以后可能发生的反应，而且填写注射意愿书。注疫苗进程，睏眠爱充足，卖无眠，卖空白。注疫苗以后，伫现场休困15分钟，搁自我密切观察15分钟。学生集体注疫苗，定因为注射带来心理压力，出现头壳会晕、想要吐的晕针症状。请放松心情，买当放音乐来稳定情绪。若是身体持续不爽快，一定要甲老师，也是现场的医护人员讲。注射以后28天以来，若出现胸腔袂痛、喘袂利、抱心等等，参照心肌炎也是心包膜炎症状，请一定要给医生看。注疫苗以后，嘛要持续维持防疫的好习惯哦。欢迎继续收看开播大中华新闻。体育方面的消息来看到，新港各种排球队连续3年摕到各种排球以及联赛复赛联盟冠，面对着15岁的挑战，这场小将过年期间哦，初四是提早休假，回来到球场训练，期待有机会会当来重返着全国比赛殿堂。各种以及排球联赛北区复赛15号将要伫中华师大落来登场。新港各种排球队今年以中华冠第一名成绩，再度摕到复赛联盟冠，期盼会当顺利重新登去全国赛殿堂。今年的目标是打进全国前8或前6，就是比
比去前年学长的成绩更好，希望大家的默契配合可以再好一点，这样打球大家都很顺，不会像去年一样增加弹跳力，然后把取球手的姿势固定好。现在状态只要不好，就球就会乱举，然后只要举节奏也会没办法正常。为了帮排球队的囡仔加油打气，家长会长陈志源也代表家长会颁发加彩金，祝福球队会当取得好成绩。排球队，老大！我们深港国中，排球队成立短短的几年，可以打出这么好的成绩，我代表我们深港国中家长会，然后来特别来鼓励他们，希望他们再创更好的成绩，在黄建伦教练的教导之下，打出这么好的成绩，我希望这一次北区复赛可以打进前三米内，进到全国比赛。我们排球队的精神是球不落地，绝不放弃。那我们也希望我们排球队的同学都能够再一次的突破我们学长的成绩。新港国中排球队的身材并无特别突出，但是靠着精湛基本功，是其他球队眼中真歹应付对手。吴建伦教练指出，球队内底无特别悬的选手，相对之下，每一个实力都真平均，只要接发球够稳定，阵势得当更加多元，攻击手发挥的空间也较大。重点是选手的抗压性加临场表现，是新港国中是毋是会当晋级的上大关键。多中华新闻叶宏武新港采访报道。好，过来来看，为着急救熊熊发生休克昏迷的民众，政府即个推广这款叫做 AED 傻瓜电击器，透过简单的操作方式，把握着黄金的抢救时间。保险乡亲刘金邓先生回馈家乡，是特别关注着保险乡公所18台自动体外心脏电击的取针器，讲会当设置伫咧乡内各社区的活动中心，就是希望民众拢会当平平安安。按保险乡长柯文平的手中接下感谢状，其实简单隆重。这次受证的 AED 将会放在保险乡内18社区，希望能提升社区救护效率，及时抢救患者生命。自己的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不是很顺利，早产啊，就是差点就走掉了。医生说，就算活下来也可能是这个残障这样子啊。我那时候就是有去神明许愿说，如果他能顺利的度过这个关啊，我就把本来要用在他身上的资源，然后转奉献给社会大众这样。嘿嘿，刚好是最近几年我身边刚好有一些人就因为那个心肌梗塞，他忽然就走掉了，可能30几岁、40几岁、50几岁都有。嘿，有的小孩很小，那个就突然就走掉了。对啊，我就觉得。我自己也怕，然后我想说我们乡里也没有这种仪器啊，如果我觉得有仪器啊，有会使用这些仪器的人啊，或许我们就可以减少很多遗憾这样子啊。保险乡长柯文平以及消防队也感谢老金邓先生，这会守护乡亲的生命安全。非常感谢哈，我们永平村哈在地的哈刘景堂先生哈。发挥无私的大爱哈，捐赠我们18台的 AED 哈，那么这18台 AED 哈将会放在我们18个社区活动中心里面啊，供社区办理关怀据点的长辈与志工哈，希望能够在社区里面发挥最大的效益哈。刘景堂先生哈，他是我们乡的杰出青年哈。这届关机18台哈，可能要该报完了哈。感非常12万分的感谢与无私的奉献啊呢。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是请到专业的哈，有东西也要会用啊，好啊，来这边专业受训这样子。总共有18个社区志工来参加。感谢刘先生这次对埔盐乡公所的善举啊，这个。对于社区第一反应时间 CPR 加 AED 能后续由我们消防分队接手将病患后送到医院啊，对我们埔盐乡是很大很大的帮助。关键医师了后，也来安排 AED 够好，
希望将救人的观念甲技巧会当早登去社区。右副下，哦，他这边都有图示，按大图示做大，对。家花处处有温暖，保险箱被赠送 AED， 民众的生命会当讲是增加搁较侪保障。多种华新闻林桂英无言采访报道。来关心客户各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总交易量共有153公吨，平均的计数是每公斤16.5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情形。韭菜上价35.5元，中价22.9元，下价17.4元；高丽菜上价12.5元，中价8.1元，下价5元；卡马豆上价38.4元，中价29.3元，下价24元；面豆上价160.4元，中价91.5元，下价40元。花菜上价34.3元，中价28元，下价25.6元；鸡蛋菜上价42元，中价30元，下价20元；包心饼上价12.1元，中价10元，下价5.4元；葱头上价27.3元，中价19.1元，下价10.3元。菜头上价11.2元，中价9元，下价5.7元；白菜上价42.5元，中价30.3元，下价20元；白莲仔上价39.9元，中价27.7元，下价17.5元；青菜上价50元，中价36.7元，下价20元。关心空气状况，云嘉南以北个位置阴下方面的所在，酷暑条件真好。咱中部地区的空气品质，讲是普通的等级。另外，伫咧天气方面哦，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阴方面的北部、东半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会来出现着短暂阵雨。全台湾气温拢会来降低哦，中部地区哦，低温来到13度至15度。民众出门爱会记得扎一个雨伞加雨满衫裤。也要穿较少咧。以上就是今日的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林桂英，咱期待再相会。Disney Plus 正式登台，可以用手机跟平板，还有大萤幕看范凯波大观屏。透过 A1 Box 用大萤幕享受 Disney Plus。Assisted with returning his child to the Jedi。再享24个月无限看，还有独家大礼包，大萤畅看，欢乐不断。快拨0809-009-658凯波大观屏。少年看一下，看阿才注意。你直接介绍一下啊。
这个就爱台湾的频道啊，有休闲旅游、地方趣闻、美食介绍、秘境探索、知识科普、新奇有趣的影片，拢在家啦。我看一下，我看一个啦，我看一个。等一下，等一下，很简单 ，YouTube 搜寻爱台湾，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许多有趣的影片任你看。哦。大家有爱台湾吗？哇！台湾 No.1， 让我们一起爱台湾。小弟小弟办年船，乡亲就爱注意，唔通凊彩将证件甲囡仔交予别人，以免造成财产的损失以及法律纠纷。